各位先锋，各位领袖，大家好。由于近日很多冲突在国内社区发生，也有不少先锋仍然有一些错误的观念。由于我收到信息太多，我没有时间单独回复，所以在这里统一答复，请见谅。第一，我是加拿大籍华裔，我的名字是 Doris In， 我不是日本人，跟日本人没有丝毫关系。我用藤森雨夜作为我的微信名有3年了，这个是我女儿送我的生日礼物，她喜欢艺术与绘画，她喜欢一幅画秋日雨过之后紫藤花盛开的森林的芳香夜景，我非常喜欢这个意境，所以她送我微信名藤森雨夜，因为四个字的名字有一种气势加上优美意境，我一直沿用至今。派是一个包容的项目，没有国家、种族、宗教、肤色的歧视，所以我希望所有的派先锋尊重任何一个国家的先锋。第二，关于 KYC 核实，很多先锋认为必须过了 K 才可以做赋能推进，否则是白费力气，这是个误区，思想前后逻辑颠倒。因为项目方核心团队是看大家推进的进度再决定 K 的速度，如果大家都在等，那么 K 就永远不会开始。尼古拉斯博士说了，派的价格由先锋决定，如果价格未定就不能全部通过 K， 原因很简单，如果项目方不知道先锋心中的共识价是多少，如果贸然开放 K 后果不堪设想，很多人急着变现，如果价格低很多人又被迫还债买房买车，那么这个币很快会用完生态无法做，更不用说世界结算货币了，所以必须等到社区达到安全的价格，而且更多的先锋有坚定的信仰才可以大面积 K。 那么 K 需要担心吗？不需要，因为真人就可以过，三分钟就可以搞定，除非没有拍照清楚，我们已经通过的不也是什么也做不了吗？都锁仓了，而且没有开放易货，所以过与不过有何区别？过 K 不是考大学有可能考不过，你是真人怕什么？是项目成败重要还是自己的 K 重要？第三，关于变现转换器，这个误区我谈了很多次，但是我发现还是有人天天问我，再次解答。白皮书没有说到封闭主网有转换器，封闭期就是养成派式货币的习惯，打造内循环需要而创造派的价格，让社区产生更多的交易记录得到价格。我们已经代表中国区和国际区递交了报告，关于是否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让商家有转换器的提议，核心团队收到，但是没有答复。第四，关于商家捕获资金，在封闭主网期的目的就是赋能和创造价格，不是需要商家提供所有的货品，所以商家自己掌握自己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情，不需要把所有的资金全部投入，因为我们的社区商家都是先锋，所以也是在为自己赋能。那么项目方监督管理派链，这个是国际性大公司，不会只依靠社区的商家提供产品，社区外部的商家进入派链，商城需要一个价格的依据，那就是我们社区的商家提供的参考，这样有利于派链形成一个慢慢统一的价格，为未来的其他生态打下基础。第五，关于团结，我在腾讯会议说了，我们支持$314,159价格的所有先锋，需要尊重其他的团队价格导向，但是不去追随，大家一起为派赋能，让市场来决定最后开放主网的价格，不管$6,700或者314万，我们都尊重你们的选择，不需要互相评价，各自找到赋能自己的商家进入商城。还是那句话，市场规律会优胜劣汰，一切以事实说话，我们需要把精力用在赋能的道路上，没有必要一定要对方认可，同时也不需要攻击、侮辱、谩骂。另外，派有200多个国家的先锋，所以不建议上升到国家的角度去评价任何人、任何先锋、任何领袖和商家。第六，项目方只负责项目的研发和推进，根据社区需要做部署，但是项目方不会参与定价，也不会干涉社区内部，社区的问题需要社区内部解决，所以不要要求项目方封号，封号是违反了派协议的时候才会执行，社区的价格不会是封号的原因。第七，关于聊天室，我们先锋需要尊重聊天室管理员的付出，关于价格问题不适合在聊天室讨论，价格是社区内部的事情，在社区讨论，如果有技术上的问题需要帮助去请管理员帮忙即可，也不要对管理员发表任何的议论，他们有他们的立场，我们尊重，项目方不可以参与价格，商城不可以参与价格，管理员更不适合参与价格，除非以先锋名义发表个人观点，所以请各位先锋找到正确的场所。另外，国际共识价格已经确定，不需要再喊价格，我们只需要管理好自己的账号和团队，让团队的伙伴们了解派的价值和目前的共识价格，了解和支持商家即可。第八，我们目前的任务和状况，目前314159已经是全球派的统一语言，也是最流行语言，代表了社区一大部分都是支持此价格，
对于不同价格的团队，只有创造交易记录，才可能对目前的价格产生一些影响。攻击其他人是不会实现自己的愿望的。由于314159的对接，商家很多，而且支持的先锋很多，已经占了绝对优势。所以我号召所有中华区先锋树立信心，耐心等待，不参与任何的争论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。因为共识价格已经定了，不需要再讨论了。可以积极参与对接商家，也可以在国外脸书照片墙影响更多欧美先锋接受314159。好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一起努力，相信项目方很快就有好消息的到来。黎明前是最黑暗最难熬，但是它很快就过去，曙光就在眼前。祝先锋们平安吉祥如意。藤森雨夜于加拿大多伦多50。以上观点仅代表我个人，仅供参考，不代表任何组织，更不代表项目方。